这两口子打架怎么把你打这么严重啊？这还住院呢。我看呐，你应该考虑换一下男朋友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想法，如果我要是考虑的话，我一定第一时间联系你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女朋友老好了，不像有的人，这个住院好几天呢，都不来看你一眼。我第一天住院的时候，她跟我一起来的，现在她还在重症监护室呢。你咋了？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